我又漏什么？今天说的是《Wonder Woman》这部剧，以及这些细节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是这一波，我们已经进了一粒球。这种情况下，对方是很容易进球，因为我们这一波和对方足够的优势，可以说他是这边都是犯了失误，开了配件后没有及时的冲过去。这边可怕的打刀，谢谢拉，谢谢石头，因为石头是他们机动性最高的英雄，如果把石头换掉，对方就没有进攻的机会。好了，进入下一场，这场还是地搭。开局左右风走位，但是这里安慧过了，没办法。这一波是我的失误，因为我没封了比较前面的走位，而是封地搭那一个走位。地搭可以越后越大，这是个细节。这波鹰猎人直接进去，我们是拉夫的大招，吃大招后就没。这波就是跟安珀对打，这波跟安珀打不可以往前走，必须往后走，因为他用的是自动攻击比较多，所以你往后走就会吃少的伤害。像我这一边就失误了，往前走吃了多一点伤害，而我没回忍出来。如果刚才安珀的日秒点一直都是那一个点，那我就输了。这边继续对线，这一我们慢动作的开下，一搭开了一个配件，我们就数一吧。一搭炸了之后他出来，他露头了，表示我们的队友也知道，但是这边对面的视角，尤其是一搭是看不了我们的队友了，所以我们只需要一直在这边拖着一搭。滴答就永远知不知道我们的队友在哪里，而这个鹰猎人我们也是拖住。好，进入下一波，这波安珀一大招直接把我们给困在家里，这些胖子直接用奶量上去奶，这边跟鹰猎人打，这边这个失误就像刚才说的。好，这边又回到了这边一个配件直接挡了，这一边直接开一个配件来挡住一打头，让他下一波无头可放。为什么说一定是下一波呢？大家看这个拉夫，拉夫已经拉了半场了，而安珀他们全在左边，虽然球也是在左边，但是大家看到我放的这个头了吗？他吃了鹰猎人两箭，滴答两下，再加拉夫，再加琥珀，而这边鹰猎人也进了盲区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随便吊他，因为这个点其实是他的弱点，就是他站的点位不好。这边跟滴答直接硬刚，刚就完事。滴答已经自己打开了一点日苗，让他下来是吃一分，但是他的血量就会变得很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左手渔翁之利。看到这个是大招的蓄能了吗？没错，我的大招又要好了。这波拉夫直接进球，好，掩体战即将开始。我们这边照用惯例，因为我们知道有加时赛的，加时赛对有配件的地带还算好，但是像我这种没配件的无配瓜
就直接踩。为什么？因为对方可以乱乱的射了。好，这一边我们已经消耗的足够多了，我们就直接进加时赛。在这一边，一只鹰猎人在左方，一代在中路，即将被射死。琥珀的位置不明，而我们的站位就是典型的一左一正一右。OK， 猎人琥珀在中路，三人聚集在中路，让拉夫感觉有机可乘。汉姆开了一个台，可以拖住。拉夫从侧面包夹。而我从侧面消耗，就不小心杀死了琥珀。这边拉夫去捡球，大家看慢动作。这个低弹如果他开了一个配件，他是可以挡住的，但是他失误就失误了，他没有开配件，这导致游戏结束。这场是个夹击，好，他一直直接压上去，从左路走斜行的方向压最快，右路左路我们就直接夹击是一个机动性的，虽然被雪地喷后还是一如既往的稳。这个克莱特是傻子的，大家觉得这个是抠手。让大家是想大刀结束，只希望因此而要把雪莉带走。好，这是第二波战斗。麦克斯还是一进了这个，我对麦克斯的你已经超快了，你超速了，现在就开砸弹了。没错，麦克斯是一只雪，大招越开越快，而他的人速度下来了。嗯，火箭很聪明，开了空间包，而雪莉这边也想放。这波大招看似毫无意义，赢得暗场杀敌，而这配件也看似毫无，使得作为主角，死亡是不可避。第三波弹走来，展示什么叫做。花式，就一直卡住，一直卡住围墙，这个就将成为雪莉的速度。这个雪莉是完全一个，这不容可能，只有一拳。严肃顶住，天助！这个看不见，毫无悬念，严肃的走。这个带来的面对最后，直接来走。好了，接。